问，鹿港是台湾最重要的所在，伫遐有一句话，三不见的俗语，叫做不见天、不见地，啊，佮不见什么 ？A 火车 ，B 妖怪 ，C 女人。是，你有40秒时间。鹿港，鹿港，伊就是鹿港人啊。鹿港人啊。是。不见天，不见地，啊，佮不见什么？火车伊鹿港无火车啊！鹿港无火车，对对对，嘿，啊，你看鹿港都有啥物不见的？啊，我讲是做代表，好，妖怪，别紧啦，我拢妖怪啦，确定哦，好，确定哦，确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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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确定，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妖怪对唔对？啊！大家拢想要知嘛吼，对对对啦，来问咱老师，吼，来老师，是安那是查某，恁真无简单嘞，50%，恁错两摆呢。以前一户二落三房噶，所以这个鹿港是真重要的迄个中部过来迄个港口哈。是。所以因就是家家户户安尼啊，为着大家要做生意啊嘛。讲互相帮助，啊，就甲两间厝中会搭啥物物件，所以你就不见天，你也看无天就对啊。啊，迄个不见地就是讲，因为遐个所在一般咱拢是迄个暗土的路嘛，啊，毋过因遐拢是铺砖啊，对。所以你不见地，迄个地是迄个烂土迄款地。啊，佮系第三个不见女人是安怎咧？因为因那厝拢遐城里人啊，因那厝拢起了盖好嘛吼，所以因迄当阵伊个就是讲，大家较保守吼，较迄个，所以查某人要出门，迄桥拢跟甲厝里，哦，跟甲厝里啊坐好啊，啊较搁出去，啊礼拜嘛是搁跟来厝，所以你大部分唔是讲完全看无，是安尼是看袂到，安尼就安心嘛啦，嘛无贴，嘛无贴着啊，嘛无跟你约会啊，我们六港的休假嘛唔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吼！